Hello YouTube，Hello YouTuber。Hello 大家好，咁今次去打呢个黄泉灵，系啦，咁今次呢个就我事后讲解啦。咁呢个系一个非火金嘅阵容，咁突然间就想试嘅，系啦，突然间想试，咁啊好有方便，就竟然系啲妈祖冇晒，咁啊人鱼都冇，咁啊所以就揀咗只水属上到场嘅就系呢个水天嘅啫。其实其实我不嬲唔中用水，即系呢只水天我系唔中意用嘅。咁因为佢就未受神化嘅水天，大家知咩事啦？友情技偏弱，友情技偏弱。咁同埋我呢个阵嘅友情技系比较弱嘅，大家见到水碟、巴哈、阅读，系啦，即系冇一个自动，除咗阅读嗰个闪电系有自动导向啦、追踪啦，但系实际上因为冇人鱼同埋妈祖嘅飞弹咧，咁啊清小怪方面系唔系咁好嘅，特别系打皇冠嗰啲白爆怪，我系劲惊嘅。因為我係最驚皇冠嗰啲自爆嗰啲回復怪啦，即係因為佢會白爆嘅，四彎內殺唔死就會白爆，所以我係好驚呢樣嘢。我每次打親黃泉明，我一定落翻只飛彈嘅。咁但係今次真係冇得揀，咁我就心諗住係橫掂都輸啦。咁我不如求其試一場先啦，即係我當洗一洗好友啦，即係用嗰只水天去啦。咁啊，結果估唔到呢場係過到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亦都係我首次用呢個無貨金隊打贏呢個黃泉明。谂可能已经有台版，可能有唔少朋友做到啦。当然，大家知道我啲实力不嬲都唔系最 top 嗰扎嘅，系啦，甚至话系咪劲都系值得商榷啦。咁啊，所以对于我嚟讲，嗱呢下本身想卡巴哈大，嗱其实呢一版咧，我开始觉得上下嗰两只鬼先系最吓人真，反而只巴哈我望真佢，因为上下嗰两只鬼系咁放呢个伤害壁系好麻烦嘅，所以而家我会选择性地卡死嗰两只小鬼先嘅。因为个伤害壁系严重阻碍你嗰个移动嘅，咁反而巴哈其实佢嗰个向上炮就，如果你啲位系 set 得 OK， 其实就反而唔够嗰个伤害壁咁烦嘅，系啦，咁所以就大家睇位啦。OK， 卡死，卡唔死，系啦嗱，打得唔系几好啦，好明显见到，但呢下撞到巴哈就超靓喎，真系，咪撞到嗰只系啦，嗰只都系叫巴哈 ，sorry， 系啦，嗰只都系巴哈。OK。咁其实选人方便，我觉得头嗰两隻水属你一定要出㗎啦，係啦，如果你玩无货金，呢个唔紧，呢个预咗系零血过关嘅。因为台版我哋暂时选择性比较少，水碟同巴哈我觉得一定要出嘅，即係如果你玩无货金。咁第三隻个选择性就好争议啦，咁我系会揀阅读嘅，係啦，你可以揀咗个什么神魔路西啊，其他數雷，但係我觉得阅读系最平衡㗎啦，即係因为阅读呢个角色就能攻能守啊。咁佢一嚟對黃有神殺手嘅輸出有保證啦，咁二嚟佢嘅友情技係彌補到嗰個冇飛彈嘅尷尬情況，三嚟佢有個絕招係可以回血，咁必要時皇冠係救到命嘅，咁各樣性能綜合性能嚟講，我覺得閱讀係非水屬嘅無貨寵係比較適合，即係我覺得係啦，我覺得啊，淨有一隻咁啊，什麼章魚嗰只章魚都得嘅，章魚嗰只，但係因為我已經有隻水巴哈喺度啊。咁我章魚嗰、那個三圍同佢差唔多，都係咁低速。如果你再落多隻章魚，我覺得就有佢嘅危險性喺度啦。我就唔建議話水巴哈加章魚呢兩隻咁嘅嘢同時出，因為你而家係飛貨金陣啊，即係你本身嗰、那個實力，即係嗰個整體實力已經係弱嘅。如果你再咁樣玩啲低速嘢咧，非常危險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唔建議咁玩啦。即係當我哋我哋仲其实我哋今次个主力系要喺第四个好友，即系其实要靠嗰只货金虫第四个好友。咁但系今次系水天，系啦，水天就真系唔劲嘅。老实讲，佢扫雷 L 系啦，佢个咩系呢个扫雷？我唔系好分到佢嗰个系神化定进化，系有冇反伤啊？嗱，咁我会 suppose 要扫雷 L 好过啦，即系要一唔够力啊，睇明白？唔够力，咁啊反伤即系伤害逼嗰啲自己走位嘅啫，可以。但系即係如果你呢對嘢唔夠力就真係唔夠力㗎，你要明白，因為黃泉靈呢關係好講求你清怪嗰個速度嘅。如果你清小怪清得慢嘅話，甚至係打黃打得慢都會可能引發佢嘅大招。咁所以整體輸出就不能夠太低。好啦，嗱咁啊，順帶一提啊，今場係第二場琴日啦，琴日黃泉靈啦，19號。是第二場無貨金就過到嘅，第一場我用羅馬歐嘅，是炒咗嘅。其實嗰場係打到尾二一寒血，差唔多贏嘅啦，係唔小心查嗰場係有機會贏嘅，其實係啦。咁跟住唔憤氣，即刻想打，點知發覺已經都係冇曬好友嘅，使唔到。其實我想要媽祖嘅，最想要媽祖，但係使唔到。
咁我就諗住用嘅水天啦，之前講過就求其輸咗就算啦。咁結果就好彩，應該好彩贏。我唔係好記得呢場打成點，我冇，因為我冇翻睇過。咁我而家係第即係、就是、我而家第一次咁樣一路睇一路講啦。OK。咁當然你個卡點嗰啲附錄，因為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啦，正常人卡點就一定講求運氣噶啦，即係我不是 SR 啊，各樣咩鷹井嗰啲唔知點讀啊個名係啦，即係唔係乜乜神嗰啲，即係其實乜乜神，我覺得乜乜神某程度上佢嘅實力同我差唔多嘅，係啦，我睇乜乜神啲影片係好親切嘅，因為成日卡唔到點我睇，我成日睇佢卡點啊卡唔到嘅，係啦，我睇咗，但我發覺佢個打法同我啲似，即係好有毅力嘅，大家都係。即係嘗試唔同嘅組合啊，係咁死女咁樣喺度過，即係過到為止啦。但我就冇佢咁有呢、這個測試精神，即係佢係測試咗好多數據嘅。咁我覺得佢個貢獻係比較大嘅，係啦。我純粹係狗 up 嘅啫，即係純粹拍完咁啊攞出嚟俾大家睇啦，係啦。嗱呢關又係好 PK 嘅。嗱呢關嘅打法有兩個，如果一開始盤你係水碟嗰只鬱兒油嗰個弱點喺你度咧。咁你就試下卡卡嚟先，睇下只大巴哈卡到幾多。如果你覺得係可以秒殺三彎內秒殺到，我就會建議你秒咗巴哈去，係啦，秒個大巴哈去。如果秒唔到，你就要出翻嚟打小怪，因為如果唔係嗰兩隻細巴哈向右噴嘅話，你就好大鑊噶啦。嗱呢個有機會係卡死啦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情況咁啊，卡死佢啦。神卡呢下好其實好似係神卡點係啦，神卡點呢下200多萬，係完全水平卡嘅呢下 ，OK 啊。咁啊，帶點運氣成分啦，呢啲位一定要噶啦，即係咁啱嘅弱點喺依度，係咪先？嗱，其實水碟個位你可以喺前一關嗰度 setting 先嘅，卡嗰一對小怪，嗰只藍鬼、嗰只紅鬼同埋嗰只龍嗰個中間，你卡咗落去，佢個水碟就係呢個位噶啦。咁啊，巴哈呢個又係神卡點啦，即係個位 set 得咁靚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大家知道當然個位我唔會特登 set 噶啦，咁啱喺嗰個位嘅啫。嗱呢度就你信我啦，你殺咗嗰啲小鬼先啦，唔好理只巴哈住，反而我覺得，因為嗰兩隻小鬼係直接令你 game over， 佢嗰個白爆時間一到你補救唔到，你明白？同埋佢即係同埋呢兩隻小鬼位勁陰濕嘅，喺正嗰死位度嘅，你係即係成日會俾條柱即係俾嗰個石牆擋翻出嚟，好行真。OK， 靚啦，咁啊搞掂啦，第一行血已經贏咗，大家知啊。嗱巴哈唔好咁執著要 set 位啦，我哋作為一個主攻手啊，即係你用保屍，你都唔一定要補血嘅。即係我用慈悲，我都可以上，我都可以揸槍射人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咁啊，結果都係 set 翻個靚位啦，吹我唔漲。上一我呢度兩碌跑陰功，價格我扣咁少嘅喎，唔緊要嘅，係啦。咁跟住就哇上嗰啲位全部都咁衰嘅，點解我回唔到血嗰啲位嚟？嗱，盡量回翻兩滴啊 ，OK。嗱，巴哈位超靚，巴哈，哇，我佢個位都超靚，但係我食曬，因為 OK 搞掂。嗱，可以同大家講巴哈絕招勁廢嘅，佢好似話會睡眠，因為我記得好似，但係其實我用過一場打第啲嘢，我發覺個睡眠率係唔高嘅，係我黑仔啦，可能你話我黑仔啦，係啦，要睇我卡入去先。OK OK。哎，豪波豪波，屈撞一下下，哇嗱，靓位搞掂，系啦，我记得呢个位系 set 得劲靓，因为直接车爆嗰只大巴哈可以，系啦，又杀埋一只小鬼 ，perfect 嘅。嗱，再提醒大家留意左边嗰只小鬼两弯啦，两弯啦，你记住系好危险噶啦，呢个情况系啦，杀到你一定要因为我系死过好多次都系嗰啲死人白爆嗰度 ，OK 啦。水碟打完啦，殺咗只大巴哈，你依一定要殺啦，唔殺就 PK 啦 ，OK。啊，咁啊有足夠時間唞氣啦，我哋回血啦。其實巴哈速度本身唔高啦，咁啊回唔到幾多嘅，但係都要回下啦，即係聊勝於無啊。係啦，都 OK 啦，唔需要再理嗰啲咩 set 位唔 set 位，呢度就上下回血。打个弱点喺度，打个弱点 ，OK， 系啦，放弃咗回血机度。嗱，跟住呢度我就想懒型嘅，想摄入埲墙度，但我记得系失败嘅，系啦，非常核突嘅。因为如果摄到埋埲墙度就可以即刻回满嘅，但可惜技术唔够啊，就系懒又要懒型。咁但系打100多萬嘅都嗱呢下死唔去嘅话，水碟就直接卡爆噶啦，可以 ，OK。嗱咁啊，情況都理想，雖然我寒血就非常少，但係我絕招係齊嘅。咁啊，閱讀嗰度可以回翻少少啦，回兩三萬啦可以。
跟住就水天嗰个绝招就强制清场，跟住巴哈执鸡，咁啊非常安全嘅。咪巴哈用咗绝招先啦喺度。嗱，理论上点都撞到三只噶，你唔系太弱智嘅话，呢度基本上你一定撞到，撞晒。OK。嗱，你见系冇任何晕，冇任何人瞓觉喎。我唔知个效果系几率，因为我系劲少，即系除咗打呢关，我系劲少会用巴哈嘅。呢度就回咗血先啦。嗱，水天一阵就一定杀到黄泉嗰啲分身，所以就我哋呢度就回满咗寒血先啦。靓波。咁啊，事已至此，我觉得已经赢紧啦。其实呢度已经系赢硬噶啦。嗱，呢度就我主力系想车死嘅分身，我系秒分身打嘅，因为只要分身一死，无论只主本体剩翻几多血，你都唔需要担心，你系一定杀到嘅，信我。因为黄泉令本身系废咁滞，系即系唔会话，即系唔会话最多甜甜圈扣你血，但系就秒唔到人嘅佢系啦。只要呢关，只要黄泉令冇晒小怪，系极度易打嘅，即系甚至比原本嘅黄泉系更加冇力嘅，我觉得系。咁当然佢有大技，你唔会拖到大技你先嚟。系咯，都杀唔死咁，你问题啦，系咯。咁啊，阅读呢度呢次就唔会再失手啦，杀自己阿妈系啦。上下车，其实上下打横你都得噶啦，系咯。OK， 咁我首次用呢个无货金阵就 KO 啦。本来我就谂住水猫出先试，因为我炒过好多场啦，之前试过。咁系今日又唔知点解唔想跌啊，可能懒啊，咁啊想试下啲新嘢就搞掂，系啦。咁今次呢个冇货啦，打得都算轻，即系唔好话轻松，系打得几稳嘅都，即系寒血都总括嚟讲都喺我嘅控制之下啦，系啦，破关时间啦，超纪录，因为我冇用我呢屈飞弹呢阵，所以就个时间系咁上下，系啦，咁今次冇货金就嚟到呢度先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